身处在能源浩劫的巨大危机之中，人类不断在思索解决的可能与办法。环境恶化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日趋严重，因而开始能源转型，聪明的管理及使用能源，达到提升效率和降低污染，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。在中国大陆的话，他们在2025年打算让电动车都吃电，不可以有汽油车。我们那时候去中国广州参加光伏展，他们的每一个设备电压数都不同，他们对我们这个产品很有兴趣，可以在将阳光转成稳定的电压。2018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及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盛大登场，汇集11国160家厂商热烈交流。这项荣获台湾金品牌奖、全球第一个太阳能机动设备用充电控制器创新产品，也吸引很多国内外厂商的目光。我现在左手边拿这一块是这个10瓦的太阳能软板，那这一款是蛮适合放在车子里面使用。我们两个这个电池片用的都是台湾的单晶多晶的电池片，都有咱台湾生产的电池片啦，发电效率较好。它这个是35瓦的，它这个面积比较大，这个适合用在这个游艇啊、汽车啊的室外使用。这个耐用年限都可以在15年以上。太阳能资源丰富且无需运输，用之发电可大幅降低石化燃料及核能发电污染，使地球进入一个节约能源、干净环保的时代。在台湾呢，生产太阳能软板的厂商并不多，是因为太阳能板跟移动设备之间没有一个好的界面，没有一个比较适当的控制器啊。所以说，现在有了我们这个控制器之后，在汽车、机车就可以更普遍的使用我们的太阳能软板。第一阶段就是我们太阳能电压输进去到控制盒，我们先做稳压的动作，我们稳压成14伏特，在这边14伏特 standby 之后，我们这个另外一端电池端的电压一下降，我们太阳能就对电池充电。太阳能发电它可以供给我更多的电子元件用电，比如说汽车导航啊、汽车音响啊，或者其他的电子元件。太阳能自己自动充电，我不用去发动引擎，就可以节省我们的汽车燃油。第三，如果将太阳能板的瓦数装得更大，太阳能板100瓦，当我的汽车发电机损坏，不用拖车来调，我们自己可以开车到维修厂维修。能够转换阳光、持续对汽车充电的控制器，让车子放1年2年不开也不怕没电。对于常开车的人，则能延长汽车电瓶寿命。模拟汽车发电机的太阳能发电机，成为开车族的一大福音。我主要是运用在汽车电瓶上面，我自己的电瓶是蛮常坏掉的，后来就是在我朋友推荐我使用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来稳定我的电瓶，我自己觉得自己经济又实惠。因为以前我开车电瓶大概1年换一次，可是自从我用了这个之后，我电瓶可以撑到2年以上。也太久没有开车了，那个电池就发不动了，通不了，就是要换一颗新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装一套这个，才有办法延长电池的寿命，让你很久没有发动引擎的时候，它的车子还可以发得动。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的应用范围广泛多元，在迎接全面电动化的时代，环保且永续的智慧能源是人类最大追求的划时代产品。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期许，我们希望身障同胞以后有这个太阳能板有阳光都不用怕车子没有电。我们打算给身障同胞低于市价的价格，自己发电自己用。小而美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连接太阳能板，成了在阳光下随时可发电的行动发电机，绝对安全且不会给环境造成负担，为人类带来全新的未来。太阳能光一天的日照量，可以让我们地球一天的全部的那个使用量哦。我们为何不好好使用我们的阳光，好好利用我们的阳光？这个免费的资源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使用它，我们不要浪费它了。